欢迎潘潘来到直播间，欢迎欢迎，呀呀，请坐，请坐，随便。好，谢谢。OK， 欢迎派派，先给我们的直播间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好，欢迎派派来到直播间。Hello， 大家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Int One 的 Patrick 尹浩宇。欢迎，哇塞，派派实在是太可爱了啊！然后今天刚来到直播间呢，就是先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粉丝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呢，待会儿呢，刚才的粉丝呢，其实也是非常多非常多的话想跟我们的派派说，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是有很多福利，各位可以先点赞加关注啊，点赞加关注。然后呢，今天因为派派到来直播间，一下子人气飞涨起来，能不能跟我们的粉丝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是不是很忙碌呢？最近。对，是的，非常忙吧，应该。对，然后我们 Into One 就是每天在练习，在做我们的音乐，做我们的专辑。专辑可以期待一下。对，然后我非常想去看到就是北京，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去旅行是吗？对，北京长城有去过吗？还没去过啊。当然是要去吧，当然是需要去。北京的长城啊，以及我们的就是紫禁城啊，都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派派来去体验一下，好不好？因为真的是北京非常多好玩的地方，而且很多好吃的。期待，期待，是的啊。那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就是很多粉丝呢也特别关心你的身体，所以在工作之余呢，一定记得好好吃饭，多吃点奶黄包，好，注意自己的身体。可以。然后呢，我们也是之前了解过，派派其实养了两只可爱的狗狗，是不是？是的。能不能分享一下叫什么名字呢？好啊，我在泰国我有两个小动物，就是我的狗狗，对，然后他们都是吉娃娃啊，吉娃娃，对，他们是小女生啊，很可爱 ，girls， 对，是的。然后它的名字就是 Yuki 跟 Gucci，然后 Yuki 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是，对，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勇敢的，很勇敢，对，因为如果他看到很大的狗，他就不管，他要叫很大，要叫很大声，是的。然后 Gucci 是一个，是一只很胆小的狗狗，一只很大胆，一只很胆小，是的，一只是OK， 大的狗啊，不管就不可以，就不可以，它很怕，对，哦，是这样。那就好可爱啊，他们是，是的，谁是姐姐是妹妹呢？就是 Yuki 是妹妹， Yuki 是，对，她是胆大的是妹妹，对啊， Gucci 是姐姐，对，胆子比较小啊，姐姐胆子比较小，非常可爱的一个设定啊。对，那在泰国的时候他们也是不是经常陪伴你？对，他们一直在，就是比如说我在做我的作业，做到很晚，他们要跟我在我的旁边，睡在你旁边，对，在睡觉，然后我在做作业，然后他们在睡觉。这个画面感，他们很舒服，给我很多鼓励，给你很多支持和鼓励，也是陪伴，是不是？从多大就开始养了我们两只可爱的狗狗？大概14岁，我觉得。14岁就开始养了，所以到现在有很多很多年了，一直陪伴你成长，是也是很有感情，所以一定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位我们的就是。宠物的爱好者是不是？好，而且名字也特别可爱。Yuki 应该是就是 snow 雪的意思是吧？是的。哇，是哪来的这个灵感？还是只是很好听？这个是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它是一个一只白色的狗，所以就叫，对，我看到它就是我啊，很像 snow， 就是所以是 Yuki 啊，就很像雪白的颜色，对，很有意境，很有感觉，对。那么好了，刚才呢也是更加了解了我们的派派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状态，也是了解了我们的派派两只宠物，我们的 Yuki 和 Gucci 啊。那么今天呢，派派不仅来到我们直播间，还带来超多的超爆的福利。话不多说，我们先来抽一波限量的1元秒杀犬猫通用冻干，来，我们派派和我们一起倒数好不好？好的。数字。数字。5 4 3 2 1。开始，赶紧去点击我们的屏幕，开启我们的开奖抽奖活动啊！是我们的 top 链接一号 ，top 链接一号只要1元钱就可以去直接开奖，top 链接一号直接去秒杀这个活动啊！并且呢，各位啊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去抢到，各位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抢到这款，因为这款超级容易卖断货，因为只需要1元钱 ，OK。这是我。对，这是你，看一下，因为派派在左上角有我们的直播间 logo， 是不是？也是我们派派的一个形象啊。都是你，整个屏幕都是你。这是我，你们谢谢。对，是的，是的，因为今天派派也没了是吗？啊，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再要不要再帮他申请一下，再上一回链接 ？OK， 很多朋友说已经抢没有了啊，因为我们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在抢购。然后我们直播间工作人员，你们再上一下，预备，再倒数5个数好不好？再送几百份呢？派派，你觉得？你觉得呢？我觉得再来300份，你觉得 OK 吗？再来。
OK 吗？OK OK 好吗？非常非常的就是 OK。 然后呢我们开始倒数，预备，5 4 3 2 1，拍下。对，我们呢直播间的工作人员正在补货，所以呢补完货之后呢直接去我们的直播间 TOP 链接拍下就可以了啊。那么也是谢谢派派给我们又多增加了300分。好，是的啊，全部都是派派给我们直播间带来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派派也是以我们的麦富迪品牌青春大使的身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就是喂养宠物的时候有什么经验之谈，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啊？我觉得就是最重要，我觉得是科学喂养。科学喂养，对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狗狗就是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吃的东西也不可以是一样的啊。他们就是需要，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找一个很适合的吃的东西给他们。对，对，因为每个品种都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他们可以就是吃健康的和需要的东西。对。所以呢一定要精细的挑选，进行一个科学的喂养。所以派派果然是非常专业的我们一位宠物爱好者，好不好？真的很有经验的铲屎官，可以这么说吗？是的。那么其实确实犬猫的身体结构呢和我们的人类有很大区别啊，它们有独特的营养需求，而选择的食物呢是否营养适合都会直接影响它们的生命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的派派呢为大家推荐的首款呢也即将上线啊，就是我们的一款根据科学营养的一款我们的就是产品。第一款产品呢马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待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递一下我们的产品。那第一款产品是什么呢？第一款产品哒哒哒哒，这款呢我们赶紧来看一下，看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小包装啊，刚才其实也有去预告过啊。这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大型的一个就是成就是一个适合我们的中大型的犬的成犬粮啊，它是15千克装，是我们的麦富迪阿根廷牛肉五谷双拼中大型犬啊，整整30斤啊，并且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是1元正在生效中。这款适合有些骨骼问题、毛发问题以及是我们的肠胃问题朋友，这款特别适合他们。咱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啊、可以？对，这边可以来打开。哇塞！啊，来，我们来，要不要拿一些出来？啊，那我 OK。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肉，对对对，有非常多，可以看一下啊。这哇塞，这个里面不仅是我们的粮，你知道吗？如果 Yuki 跟我姐姐他们要非常喜欢、这个，疯狂，他们要疯了，超级爱吃，因为这个里面肉超级多，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很多，对对对，里面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一个牛肉粒啊。并且呢这一款呢狗狗特别爱吃牛肉，确实是一口牛肉一口粮啊。这个超大包装日常是卖429元的啊，现在呢是需要去领取我们的满199减100的券，到手只需要289元，非常划算。先去直播间左下方领券，是不是？是的，就是一口牛肉一口粮。哇塞，我发现你的中文越来越标准了。就是听你说，是啊，对，学得很快，学得很快。大家说派派就说的对不对啊？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这款呢就是我们 TOP 链接啊，现在立刻直播间上链接啊，直播间 TOP 链接这款呢，并且呢我们直播间会有抽奖，并且会员直播间下单会返双倍积分，并且呢咱们直播间点赞也能够来参与抽奖活动。我们天哪，现在你知道多少赞吗？388万赞。真的吗？超级多。 Hello，谢谢各位一直给我们点赞，谢谢支持我们的派派。然后妈妈在看吗？ Hello， 妈妈肯定在看，对对。哎，然后呢就是想跟派派再去沟通一下，平时都是怎么和我们的家狗狗一起去玩耍的呢？我平时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秘密，赶紧分享一下，我要知道。就是我要用零食吸引他们。零食吸引他们，哇，对对对，是很聪明的方式。因为他们很喜欢，然后我一直是 Yuki 哥起来，他们要知道这个声音，好来吧、哦。然后我一直有零食，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吃这个。对，所以他们跟你一样是吃货，就是非常爱吃东西。我喜欢，他们也喜欢吃。果然是非常就是。兴趣相似，是的，而且因为这个美食这个呢是永远不会出错的一个方法，用美食来诱惑啊。那么呢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派派的方式特别的好啊，并且呢就是
用零食训练狗呢是特别科学的一种方式。嗯，因为这个也是经过科学认证的一种方式去零食训练狗啊。今天咱们直播间其实也是带来一款零食，是我们的热销产品啊，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麦富迪是京东热销 top one 的产品。这款超人气的礼盒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 top 链接，我们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哇，这一款呢也是哇，不愧是热销产品，这个真的是热销，因为是就是十件套礼盒包装，是左下角的 top 链接啊。哇，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对，主播刚上链接，大家可以来打开包装看一下，一共整整十包装，来很多，这真的很多，就是不是只有这个，是有更多，是不是非常丰富？是的，非常丰富。来，我们的太太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哇塞，一共整整十包，根本吃不完，感觉超多超多，用超久，哇塞 ！Yuki Gucci 我有了，他们在看直播吗？来吧，快来给就是 Yuki Gucci 带回家来准备一下，当然我要寄回去，寄回去。然后其实可以看一下，他们每一种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啊，十种口味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有我们的牛肉粒，以及我们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火腿切片，以及这个是我们的鸡肉啊，还有你手里的还有我们的就是有。这个是骨头形状的，外面是包着我们的肉嘛，然后还有特点的这个是我们的，来来，会不会拿不下会不会拿不下，因为真的很多，真的很多很多。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整块鸡胸肉，整块鸡原切，原切，对，因为就是很多健身的人士都知道，就是原切那鸡胸肉就很健康的，嗯，对于我们的狗狗来说它就是一个原切鸡胸肉，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当然来吃这个来吃这个。哎，其实你知道吗，咱们的麦富迪的一些产品呢其实都是做到人类可食用的，嗯，就是其实虽然是狗狗产品，但是其实做到人类可食用，就是其实人，如果吃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建议还是给我们的狗狗分享，好，还是留给我们的狗狗好不好？好，来，并且呢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 top 链接，这款啊直播间 top 链接是我们的啊，原价呢是我们的就是啊，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款的就是一个价格啊，现在呢在直播间直接拍下啊，只需要99元的价格啊，只需要99元领券下单啊，在直播间去领券下单啊，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活动了哟啊，并且呢原价呢是159元，原价为159元，然后我们可以拆开来演示一下，哎，这个是我们牛肉粒，可以来闻一下是不是，来我来闻一下，哇哇，真的是牛肉的味道，而且非常香，这个是对牛真正的牛肉粒，真正的牛肉粒，可以来看一下，非常非常香。然后这个解馋礼盒一共是有10种口味啊，并且呢到手价格只需要99元，我们可以每一种来拆开看一下，其实这个是属于牛肉，其实很香啊，然后很适合我们的狗狗去食用。然后呢这一款，这个是鸡肉的，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鸡肉做成长条形的，比较适合咀嚼啊，比较适合去咀嚼，哇，这个也好香，这个真的好香啊，这而且这个我觉得他们又非常喜欢，所以 Yuki 应该非常喜欢吃这个，对对对，应该受不了了，感觉是他们真的要疯，所以平时跟他们玩耍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诱惑他们，是不是？对，然后呢还有除了鸡肉之外呢，还有再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呢这一款啊，对，刚才说过的我们的这个就是鸡胸肉的原切啊，原切，哇，真的好大一块，哇塞，这个就是完整的一块鸡胸肉，所以没有经过就是怎么去处理的啊，就是原切的一个超大块，就是你健身的话应该知道鸡胸，对，所以这个呢也是，哎，这个也很好闻，这个很好闻，而且超大一块，就是适合去磨牙呀、咀嚼呀，一些我们的就是狗狗都是很适合的。但是可能Yuki 已经过了磨牙期了，这是一个很小的狗狗，很小的狗，但是没关系，它喜欢吃饭，它可以吃，它都可以吃，对，是一个海量的一个食量，对，是的，果然是吃货啊，果然是吃货。哎，有直播间粉丝问你是不是瘦了，刚才我看到是吗？真的吗？哇，开心，太开心了，没有听到瘦了就很开心，是不是？感觉赶紧去比心一下啊，是的。然后现在呢看一下这款呢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是我们的鸡肉卷饼干啊，鸡肉卷饼干，然后这个看一下，它是做成了饼干的一个形状，做成了饼干的形状，哇，这个哇，这个是花生的一个纹路，可以展示一下，做成花生纹路，然后外面呢也是我们的就是肉，哇塞，这个就是艺术，艺术，艺术，真是艺术，颜值很高，很好看，然后呢外观上呢也是一个就是非常
高颜值的零食，这个你觉得就是他们会喜欢吃吗？他们，我觉得他们都要喜欢吃，都会喜欢吃，真的是 okay, 好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适合我们的汪星人的一个十种美味组合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全部的礼包加起来原价159，现在呢只需要99元啊，我们旺旺亲自给他放进去，待会直接带回家是吧？好 ，OK。然后这款呢，现在是在我们的直播间 top 链接这款啊 ，top 链接。有朋友说他们是长高了吗？我吗？坐着怎么能看得出来这个问题？我发现你们的这个就是眼神确实啊精于常人，并且这一款呢也是由我们的一个如果是刚才那一款呢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狗狗的一个就是礼包呢，并且是养猫的一些人群呢也是由我们的猫礼盒同款啊，猫礼盒同款，咱们直播间也可以去上一下直播间链接好不好啊？猫礼盒同款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呢如果是有喵星人在的话呢，因为派派是养狗狗的，那如果是有养猫的朋友啊，可以看这款。我这个装盒比较清新，很清新，很好看。然后零食我觉得看起来都不错，刚刚看也不是，刚刚也不错，所以这个也不错，这也不错。但这个是猫的零食，是猫的，是猫的 for cats， 所以他们应该吃不了。对，是的。但是呢，如果是养猫的朋友啊，可以去选择这一款是没有问题的哟啊。然后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外观也很好看。这个颜色是我们的蓝色加绿色，并且是有卡通人物的一个形象啊，颜值也很高，真的很好看，确实很好看，真的是。而且呢我们可以打开看，其实是我们小森生活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礼盒款吗？ 来打开一起来看一下、拆包了啊，原价呢是199元，现在在直播间只需要159元，来看一下拆包，哇，是不是很想拆快递？是的，惊喜揭晓，哇，这个很漂亮，这是有很多的东西，你看。对，这个里面呢是有我们的冻干的牛肉饼，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 fish 啊，哇塞，这个里面有很多。现在你拿没有手了，但是还有东西，还有在里面，对，拿不完，拍拍只有两只手，所以呢展示不完。这个里面礼盒真的太多太划算了啊！来看一下，还有我们的夹心饼干，然后这个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像一个我们经常爱吃的派，像苹果派一样，这个派也像不像那个？是吧是吧，这个派。然后呢，它也是做成了一个零食的形状，所以我们的猫猫啊，我们的猫星人也一定会更爱吃这款啊。猫咪要吃啊，要吃。对啊，我们的派派呼吁我们的猫咪一定要多多的吃饭啊，因为很多猫挺挑食的，其实。对对对。然后它这款呢，完全是在不管是外形上还是味道上，都可以满足它们的需求啊。现在是我们的一个 top 链接，有人说兔兔派，还有兔兔的一些就是爱好者是吗？对，确实有很多我们的一些。就是粉丝朋友，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的粉丝非常非常的热情，直播间点赞已经超过了500多万赞啊，500多，对，超级多，你敢相信吗？对，粉丝特别特别的热情，所以咱们要不要去给他们回馈一些福利呢？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是吧？好啊，来，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直播间来一波抽奖活动好不好？好的，来，现在呢是呗，也是派派给大家带来的抽奖活动啊，来一波弹幕抽奖，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打出我们的引号与麦富迪6个字好不好？先在我们的直播间刷屏，哪6个字？6个字，引号与麦富迪，没错，这6个字呢非常完美，非常完美。对，然后呢我发现中文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是吗？播完之后我感觉可以考8级了。好，是的。然后呢现在我们先在弹幕刷起来好不好？咱们截图前3位呢去送出什么呢？送出麦富迪的周边产品好不好？好，咱们先刷屏，哇，刷屏的人好多啊，刷屏同时点赞超过600万了啊，这是我的名字，对啊，这个我会读，对，这个对，6个字非常的简单，引号与麦富迪6个字啊，打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当中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赠品，给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呢都是我们的福利，这个你知道是什么？这个很好看。对，这个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故宫的园林系列的。这是有中国的那个。对对对，对，一个古代的服饰，你看一下这个服饰，颜值很高。真的很好看。对，待会儿呢抽奖会直接赠送这个赠品，好不好？哇，你摸过之后大家更喜欢了。是有很多猫。对，有很多猫，猫星人会喜欢的一个就是猫盆啊。没有猫咪也没关系，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反正就是免费送的东西都是都很好、啊。对。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赠品啊，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蒸汽眼罩，大家可以拆开看一下啊，我们拍拍，大家去展示一下好不好？来，展示一下。这个就是眼罩，睡觉的时候可以 iPad，iPad。你用这个吗？我
不用，不怎么用是吗？但是今天晚上我要用，今天晚上一定要试一下。你都不知道这个好东西吗？我每天用眼罩，因为如果你就是光线太强的话呢，可能睡不好的话呢，用眼罩真的会帮助睡眠，助人真的可以生。待会儿带回家试一下，好不好？当然。对对对，然后呢，这些奖品呢，全部都是可以去抽奖去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好不好？也是让我们直播间一起倒数几个数呢？好，几个数呢？想一想。这个太难了。太难。多少呢？我觉得是五个吧。五个数，啊、好吧，很简单。预备，让我们拍拍倒数，来，开始。五、四、三、二、一，开始截屏抽奖。来，我看一下是谁中奖了呢？来，我们来展示一下啊，展示一下。这位朋友叫做，你念一下，盼盼，你可以念吗？尹浩宇，第一夫人。什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来截屏展示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做，让我们恭喜，哎，让我们恭喜尹浩宇第一夫人啊，中取了我们的奖品，以及是前三位都中啊，前三位都中，所以第二位盼盼可以来念一下啊，第二位叫做，也是你的名字开头的，尹浩宇。非常完美啊，非常完美，非常完美啊！第三位朋友叫做我们的尾号是 BZV 啊，尾号 BZV， 所以三位朋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名字。首先，第一位是尹浩宇，第一夫人，第一夫人 ，First Lady， 好，来展示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派派展示一下。好，恭喜前三位啊！啊，恭喜！恭喜你的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第二位叫做。尹浩宇非常完美，非常完美、啊、第三位是尾号是我们的一个 BZV 啊，恭喜三位中取了我们的奖品，恭喜恭喜恭喜。那么我们的中奖的宝宝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客服，没中奖不要灰心，因为后面朋友呢会继续给大家送福利，所以各位赶紧点赞刷屏刷起来啊，所以待会儿呢福利也超级多，我这边也会把你们的截屏保存一下啊，已经中奖的朋友啊可以先找客服领取我们的福利哦，所以我们的福利超级超级多啊，然后我们先把那个奖品给大家去好对，先送回去啊，然后待会儿呢也会去找客服去领取我们的奖品，所以呢福利很多啊，福利很多，各位呢还有什么关于对视想被派派说的话呢，也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马上我们会进入到下一个精彩的环节，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好不好啊？那么其实大家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想去了解我们的派派，是不是大家其实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呢也非常好奇，并且我们是刚才的时间特意搜集了一下粉丝对你的一些疑问，能不能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大概解惑一下，我期待所有人的问题，期待所有人的问题，好的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啊，为了这个环节呢不仅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派派，麦富迪还给大家准备了环节专属礼品一份，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派派签名照一张，哇塞，这个是你刚才在那个楼下签的，刚刚签的，真的是亲笔签的，可以证明啊，哇塞，这个是直接去送给大家，而且你又摸了一次，所以大家应该更喜欢了。什么？你的签名照啊，就是是我们的一个麦富迪的一个品牌大使的这样一个照片呢，去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麦富迪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是猫罐头一盒啊，也是去给大家去送给大家啊，所以这个我们的一些赠品一起送，这两一起送，一起送啊。来吧，对，只要去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活动呢，回答问题也是可以去啊，就是来参与抽奖活动，好不好？来好，先把我们的这个赠品先保存好，好好的保存啊，千万不要弄坏了。来来来，首先第一个问题来了啊，请听题。派派首先在家呢，跟我们的 Yuki 和 Gucci 经常一起玩耍，是不是？经常在一起玩。然后呢，谁会更调皮一些？更调皮。对，谁会更调皮？我想一下，想想想。但是啊、这个很简单，我觉得啊，他们都很调皮，都很调皮。是的，真的，因为我有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假装打他们，假装打他们，对，他们所以我做啊这个，然后我还没到，他们什么反应 ？Yuki 估计他们要啊，就直接对他们要就是装死，装死。我靠，对，很多狗都会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想让我就是摸他们的肚子，挠他们肚子啊，很舒服。对于狗来说，是的，没有腹肌，他们就是有肚子，就是跟我一样，跟你一样是肚子，所以我就但是很可爱啊，摸肚子，而且很舒服，是不是？他们很喜欢。所以你是经常在家跟他们这样玩耍吗？是的，我一直做，一直做，所以你们三个应该都很调皮吧？没有，好，不要再掩饰了，就是对，非常非常的可爱啊。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其实想了解一下，派派的音乐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音乐启蒙，我
觉得应该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小时候大概多小呢？我也记不住，所以我就是小的时候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太小了是吗？对对对，就是小的时候，然后我的妈妈就是她知道我喜欢音乐啊，所以她就是问我想弹钢琴嘛。啊，弹钢琴，所以我就是开始弹钢琴，然后我开始听很多音乐，然后我每天在家就是在唱歌，然后我的妈妈就是够了够了，但是每天在唱歌，我继续唱，对。所以是妈妈先让你学音乐，后来妈妈都觉得你唱的非常的频繁。我唱的非常好吧？太热爱了。大家说帕贝唱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唱的非常的好啊。然后呢，就是所以是从我们的小时候，妈妈也是非常的就是有远见，从小就开始让我们一起学习音乐。是的。所以今天呢，才能够让这么多粉丝朋友喜欢我们的派派，是不是？我很开心。谢谢粉丝，谢谢妈妈。谢谢。啊，对。那么呢，最后呢，就是还有什么就是问题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们。待会儿呢，我们会搜集问题啊，持续搜集问题来向我们的派派提问。各位呢，可以去持续点赞、关注直播间，千万不要离开啊。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对。各位呢可以去直播间下单我们的钢款式啊，刚刚呢多款链接呢只是已经上链接了，刚才介绍过的我们的就是适合猫猫的零食以及我们狗狗的零食套装呢，全部都是有优惠福利的活动啊。现在呢我们的一个 top 链接到手价格只需要159元，然后我们的40号链接呢是我们的一个狗狗的零食大礼包，刚展示过狗狗零食大礼包只需要啊99元的一个福利，哇塞，真的很合适。所以呢各位一定要记住，是先领券再下单啊，先领券再下单，所以福利超级多啊，超级多。然后呢我们的一个就是就是五谷双拼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推款之一啊，所以各位千万是不要错过啊，直播间也可以直接去拍到我们的五谷双拼啊，就是我们的左下角的这款39号链接，左下角39号链接可以选择我们的补贴价格的直接拍下，有大包装有小包装，到手价格为309元，非常的合适啊，非常的合适啊。如果是想长期使用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大包装，想先体验一下可以选择我们的小包装，39号链接，是不是？这个你想买大的还买小的？要买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购，清空购物车是吗？清空购物车啊。来，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去点赞加关注啊。然后呢最终到手价只需要，最终到手福利是289元，这款还有立减活动啊，在领券之后最终到手价格为289元，39号链接，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啊，多多选择啊。这款也是刚刚给大家展示过了。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想最后再问一下我们的派派，为什么选择我们的麦富迪呢？就是我是一个人，我非常爱我的狗狗，非常爱狗狗，是的，对，爱。然后我就是觉得，我喜欢吃饭，我觉得我需要吃好，就是吃好吃，吃的一定要吃好。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也需要就是好吃，对，他们需要吃好，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吃麦富迪的产品非常好，是的，所以他们应该就是吃。是的，是的，吃货的共鸣，吃很多没关系。但是大家其实都爱吃，其实所以呢也是非常就是简单纯粹的一个理由，确实就是麦富迪的吃的东西很好，然后呢很就是是不是很多原材料来自我们的泰国啊，来自你的家乡，是的。所以呢就是有猫有狗，咱们就选择有猫有狗，只有麦富迪。麦富迪，没错。所以呢各位呢就是可以跟我们的爸爸一起选择我们同款，是不是啊？因为确实咱们的很多零食呢都是为我们的就是猫猫狗一起准备的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派派这么精彩的分享，这次问答呢也是让我们的粉丝更加了解了我们的派派。下面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包含呢派派的签名照和派派的惊喜礼品的专属礼，会抽中谁呢？让我们的派派来一起来进行抽奖好不好？来看，再来展示一下啊，我们的一个就是惊喜的大礼品，就是我们的签名照还有我们的猫罐头，哇塞，待会儿呢你会亲自抽奖送给他啊，好，亲自抽取奖品，所以呢非常非常的不容错过啊。来，我们请派派帮我们一起揭晓答案，倒数几个数，这次这么大礼品几个数？5个吧。5个数还是非常简单。OK， 5个吧。那我们在倒数五个数的时候呢，再将直接直播间去截屏啊，截屏去抽取我们的一位幸运的朋友，好不好？好，来，预备，来，他来亲自解，啊、那是我可以吗？ Okay， 可以亲自解吗？当然可以。来，预备，5、4、3、2、1，截屏，看一下是谁有没有截成功啊？有，恭喜！看一下他的名字，让我们恭喜
他的一个尾号叫做6999，恭喜，尾号叫做699的第一位朋友，恭喜恭喜啊、尾号叫做699的朋友来恭喜获得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派派的亲笔的签名照片，以及我们的就是这个、猫罐头的礼盒，恭喜恭喜，非常幸运啊！中奖的朋友请联系客服啊，中奖的粉丝请联系我们的客服去领取赠品啊，恭喜啊，直接问客服，直接问客服，我这边呢会先帮你保存一下啊，保存一下你的这个就是你的中奖记录，恭喜，再次恭喜所有中奖的粉丝朋友们，并且呢待会儿呢还有超多福利，所以呢这一轮没中也没关系，待会儿呢还有很多的福利来直播间分享一下，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啊，已经中奖的朋友啊，已经中完奖的朋友请先找到客服啊，请先找客服领取，恭喜恭喜，太幸运了，好羡慕你，你羡慕吗？羡慕，你自己都羡慕，我羡慕你自己的签名照片，这个我没有，这个你自己可以签很多张。OK， 那么待会儿帮你申请一个。好的，那么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呢也是可以随时来我们的直播间提问的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就是刚才也说了嘛，我们的很多的一个产品的原材料呢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泰国产地，是不是？是的，来自派派的家乡。那么其实之前呢我们去泰国玩的时候呢，看到泰国的安达曼海海域很美丽，安达曼海海域，对，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派派能不能分享一下泰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对，这是是的啊、那里有没有污染？没有污染，天非常蓝啊，对，然后水很清，对，有很多的就是很有营养的鱼，有营养的鱼，对、啊、然后我真的很喜欢安达曼，安达曼海，安达曼海，这个泰文可以教大家说一下吗？当然可以，怎么念？这是很像，很像。叫什么？安达曼，安达曼，对，安达曼，安达曼，你没有了吗？就安达曼，哦，很简单，非常简单，赶紧来学一下安达曼，很容易啊。那么确实没错，咱们的一个有朋友说在学猫叫，有朋友说哇塞，很可爱的粉丝朋友们啊。这个就是确实我们的泰国呢是全球重点鱼类产品的供应国之一，也是亚洲第三海洋渔业国，鱼类的资源很丰富，新鲜的鱼类资源呢是生产猫类食品的天然优势，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麦富迪选择了在泰国的芭提雅海域附近设有高标准工厂，专业生产猫用的湿粮啊，是不是？对对，在那里就是鱼非常棒，大家都知道非常 棒，是的，因为是哪里，芭提雅附近，对，这个泰文也可以教大家一下啊，芭提雅啊，帕泰雅，帕泰雅，对，就是帕泰雅，帕泰雅，这个不是真的很美是吗？很美很美很好，那边海很漂亮，因为我们经常也刷到像就是帕泰雅的很多视频特别漂亮，然后呢也很多人喜欢去旅游，是不是？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就有优质的泰国进口零食和湿粮哦，就是我们的 TOP 链接，赶紧上链接，上一款链接啊，然后我们的样品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湿粮，来，它有超多种口味，哇、wow.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样品了、啊、真的有很多，对，很多口味，派派展示一下可以吧啊，这个就是，对，这个是直播间 TOP 链接，这款可以往下看一下啊， TOP 链接， TOP 链接啊，这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泰国的一个进口的猫罐头，对于不爱喝水的猫咪可以一举两得，让猫咪吃肉同时补充营养和水分，但它最值得一提的呢是它优质的选材和极速锁鲜工艺，从捕捞到罐装在你猜多少时间内完成，要哎多少、啊、从捕捞到罐装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你觉得很多吗？只需要24个小时，24个小时，一天之内，超快的速度，哇，真的是，这就是当天抓鱼，对对对对，然后要做就做猫猫的食物，就变成这个了，我真的很快，当天抓到鱼就变成我的罐头了，所以这是它非常新鲜，对吧？是的，然后出海时间短，肉质不会变质，不会变质，很新鲜，而且营养价值也不会完全不少，超多营养在里面，非常营养。并且呢为了充分保证营养不流失，我们的麦富迪专门呢在我们的芭提雅建成泰国工厂，咱们这个混合装有4种口味，刚拆的呢是我们的吞拿鱼口味，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吞拿鱼加鲜虾以及我们的蟹棒加鲷鱼不同的口味，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就是看一下这款的外观啊，它有好多种口味啊，就是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因为你知道猫它也会挑食，一款吃久了也会腻，来看一下是不是超多口味，哇，这个
真的它的口味的还你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对其实也不用摘叶子、啊、不用、啊、只看外观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就是这款是蟹肉嘛，然后你手里还有别的，这个是加虾仁的啊，嗯，然后大块鱼肉的都有啊，所以很多种，可惜的你不养猫。还挺好，还挺多，挺多，真的很多。对，并且呢，如果是爱猫人士呢，可以真的去试一下啊，不同口味都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是不是？那么这款呢是我们的24罐装的话呢，24罐哟，这个罐装平时需要卖到我们的185元，今天直播间领100元券，单件到手79元。半价都不到，一定要先领券再下单啊！先领券再下单，到手79元，一半都不到啊！直播会员下面领券啊，一定要领券。此产品呢，左下方啊，左下方点击我们的一个就是下方购物车，点击下方购物车领券好不好啊？一定要先点，先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合适啊，也是我们的派派刚刚去给大家看到了这一款啊，是我们的直播间的top 链接这款啊，是这个对吧？对，这款，24罐，等一下，真的很多，很多种，很多种，所以呢，很多口味。各位可以先加购然后再拍一下啊，可以先在直播间加购再拍一下，对，就是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派派刚刚拿的同款这款哟，所以呢爱猫人士的我们的喵星人的一些铲屎官们可以去使用这款啊，他们很喜欢，对，超级喜欢，并且现在真的是连半价都不到，可以拍一下，半价都不到直接能到手，就是你知道半价的意思就是半价 50% off 啊啊，半价，对，一个半，对，半价、嗯，中文又提升，这个是中文课，中文课，每日学会新词汇又 get 到了啊！然后呢，并且呢，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一款呢，还有一个重磅级产品去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我们的麦富迪的三文鱼冻干双拼啊，是我们的全价成猫粮，大规格呢是10千克装，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哒啦哒，这个是一个小包装的样品啊，我们先让派派感受一下这款的一个一个里面的包装好不好？好，我们来拆开看一下啊。哇塞，好大一包，这个是其实都是小包装的，我们可以拿在手里展示一下、啊。哇，这个闻到就是浓浓的海洋的味道。浓浓的，我来闻一下。你有吗？哦，真的，对吧？它就是海的味道。大家都是只有开，就是有点。对对对，因为它使用的是三文鱼，大家就是派派能不能想一想，这个三文鱼是来自哪个国家呢？猜一下。这个我会，我知道。我做我的作业了、啊，这个知道是吗？对，哪个国家？结果就是来自俄罗斯，没错，是吗？很标准，很标准，俄罗斯的三文鱼，没错，来自 Russia 啊。那么不仅呢有满满的三文鱼，还添加了一个超肉粒，既营养又美味啊，可以来改善我们的喵咪挑嘴。来看一下一块冻干块啊。就是因为你看见它除了有这个猫粮里面还有我们的一些红色和白色的一些冻干的粒、啊、对，就是所可以看到三文鱼这个红色是三文鱼，对对对对对对对，很明显的一个，我觉得小猫咪哦很喜欢，会很喜欢，因为猫都爱吃鱼，超级喜欢，对，猫都爱吃鱼，所以肯定很喜欢这款啊，所以呢各位也是可以 get 一下我们的派派同款好不好，可以 get 一下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里面很多三文鱼嘛，我想考你一下啊，我想学习一下派派教、嗯、能不能教我们一下三文鱼用泰语怎么说啊，可以、啊、刚就是中文课，现在就是泰语课，泰语课果然是国际化的一个，对，就是三文鱼泰语，泰语非常简单，很简单是吗，我来学一下 Blah Salmon 对，啊，标准吗 Blah Salmon 可以，可真的吗，真的真的很标准 Blah Salmon、哎、我也一直说这个跟你一样，对 Blah Salmon， 那各位来赶紧学习一下啊，各位如果学会的话自己可以去练习一下好不好，谢谢派派教大家又学会了一个新的泰语单词，并且大嘴型在派派嘴 Blah Salmon 对，很简单，很简单，大家都可以来学习一下好不好，哇，有朋友说这个发音很可爱，是的，并且大家其实都知道猫咪的肠胃呢是比较脆弱的啊，这一款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猫咪更好吸收，今天直播间 top 链接到手只需要159元哦，159元可以到手这款，真的很不错吧，真的很不错，真的不错，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是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是我们的 top 链接这款啊， top 链接啊，现在到手呢179元啊，到手价格更新一下啊，179元，只需要179元啊，领券立减100元啊，
领券立减100元啊，到手价格为179元啊，超多福利 ，top 链接这款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先领券再下单，先领券左要领券再下单，好不好？那么这款呢，就是一定要多多去抢购，因为这个很可能手慢无。嗯，那是那手慢无吗？手慢无，就是买的比别人慢了就卖光了啊，点击慢了就卖光了，所以。一定要不要出现手慢无，我对又学会了一句中文，所以各位呢可以来直播间 top 链接拍下这一款，并且呢说完这一款我们的重磅级产品呢，我们就带来一款更加高端更新鲜的产品，它也是今天直播间的压轴产品，它就是我们的现在的 top 链接啊，弗列加特冻干猫粮这款，看一下，哇塞，好看包装啊。好高贵，感觉这个包装，这个很好看，很像贵族的那种包装，这个很好看，很好看，颜值很高，这款很厉害，它是有它的里面的含量是96%的鲜肉含量，以及4%的平衡营养素加，没有了，就这么多。哎，等一下，96%，我没听错对吧？就是没听错，没错，只有肉吗？只有肉在里面，哇，敢相信吗？整整一罐全是肉啊，是96%的鲜肉含量，4%的平衡营养素，肉类的纯动物蛋白，非常好消化，并且易吸收，满足喵喵的日常需求。现在呢，在我们的 top 链接拍下呢，也是有超多福利啊。啊，在直播间拍下我们的 top 链接就可以了。现在到手价格为我们的199元啊，到手价格为199元。哇，我真的。觉得很超值、啊、非常超值的，对，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款，刚才说的是价格嘛，这个我们可以拆开来看一下嘛啊，哇塞，哇，里面有很大一包、啊、很大一包，真的很多，对，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款呢，我们的一个拍拍同款在直播间啊，真的哇，全是肉在里面，我好扎心啊，真的是全是肉，真的很多，对对对，哎，我们一起来拿开，救命啊，加油加油、啊哇塞，真正的整整一包肉在里面，96%、啊、还有这个可爱、啊、对，这个是包装的一个，就是它如果是拆开之后呢，可以去把它封起来。 My foodie， 我很喜欢，就是这个颜色跟这个很适合，这个颜色是吗？那你要带回家吗？很时尚啊，很时尚，对，时尚前沿的颜色啊，这个待会儿你直接可以拿回去，对，然后呢，这个呢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来直播间去看一下啊，这个是刚才赠品那个碗啊，赠品那个碗，然后我们可以倒进去来看一下，来，太太亲自倒一点点好不好 ？OK， 来，来，特别一点点，可以多一点点，多一点没关系，来，哇塞，很香，它真的全部都是肉在里面，来，我们来镜头展示一下啊，这款为 top 链接，到手价格199元啊。到手价格为199元啊 ，top 链接，到手价格为199元啊，直接拍下，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拍拍现在同款的一个弗列加特的一个猫粮啊，麦富迪全价冻干的一个我们的鸡肉味啊，可以看一下这款，超级多福利啊，并且真的里面全都是肉，闻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很多，哇塞，真的非常非常的扎实，营养多丰富，他爱吃肉吧。呀、啊，我都喜欢，都喜欢吃是吗？我吃很多，没有，那你还这么瘦？没有，其实这个里面真的是爱吃肉的一些宠物呢，买这款完全不会出错啊，买这款非常非常的合适啊。对，对，所以这个呢真的是特别合适，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拍下，我看一下，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们啊。然后有朋友在说，孩子爱吃就让他吃呗。有朋友在说，你的粉丝在说，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吃就让你吃呗，就是肉啊，肉。对，但是不是这个。你的粉丝意思可以多吃肉，没关系啊、嗯，多吃肉，因为工作很辛苦嘛，就是要注意身体啊。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啊，有什么不可以呢？然后呢，这个呢，如果是家里养宠物的朋友，也可以选跟我们的家里宠物吃这款，好不好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肠道比较脆弱的一些我们的猫猫，可以选择这款啊。直播间 top 链接左下角 top 链接，来，千万不要错过哟。现在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啊。有朋友说还多吃一点，呵呵，多吃一点。哎，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其实自己还是要克制一些，还是要少吃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克制，克制，要克制吗？对，
但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要不影响。对，但是也应该就是克制啊，都懂的都懂，没有关系啊，就是在克制基础上，咱们还是可以能吃的就尽量吃，好不好？好，来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淘宝链接啊，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去错过我们的直播间福利啊，直播间福利超级超级多哟。然后呢，各位还有什么问题，以及想对派派说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公平地告诉我们，因为今天刷屏太快了，我都看不见你们说的话了。各位可以就是啊，多打几遍也是没有问题的。哎，我刚想看了一个问题，都看不到，太快了，因为咱们直播间点赞已经超过1000万了啊！直播间点赞，哇塞，现在1000万人在点赞，一千万人在点赞，哇塞，Hello， 对，果然是因为太快了。然后果然是因为派派来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的人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飙升啊，并且呢，我们会抽个就是我们会进行一波抽奖福利，好不好啊？直播间进行一波抽奖福利，因为就是我们的人气呢已经超过1000赞了啊，所以现在还是我们点赞，然后呢去截屏抽取，好不好？截屏的派派这次就是抽倒数几个数呢？这款送一个小份啊，这款呢送一个我们的弗列加特，对，就送这一份，直接刚才介绍这款，刚才介绍这款产品的淘宝链接，直接送一份给大家啊，然后呢也是我们的派派特别争取的给大家，要送，对，要送啊，啊，对，没事，不用你出钱，对，咱们呢就是派派就是来到直播间，所以我们的就是麦福迪特别特别开心，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好不好？免费直接送给大家，然后我们咱们还是刷屏好不好啊？直播间刷屏刷起来，然后呢还有这个。对对对，这个也有，这个也是在里包装盒里。派派，你说一个口号，大家刷屏好不好？说口号。口号。对，大家刷屏的口号。口号。对，就是说句什么话，然后大家去截屏呢？哦。对。要写什么？好想想，写什么呢？有猫有狗，只有麦夫迪。哇！写这个太棒了！写这个。有猫有狗，就有麦夫迪，果然是我们的就是青春大使，记得特别的清楚。所以各位呢，赶紧在我们的直播间刷屏刷起来。没错，有猫有狗，就有麦夫迪。开始直播间刷屏抽奖啊！抽奖截取我们的屏幕地位，好不好？先刷屏刷，哇塞，超快速度，超快再刷屏，哇塞，超级快。那么快。都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必须打字正确啊，不能打错字啊，不能打错字。有猫有，我看大家其实都打的是，大部分都是正确的。来，还是请我们的派派跟我们一起倒数 ，OK， 几个数呢？ Okay. 让我猜猜，不会又是5个数吧？是的，不出所料啊。然后来，我们一起准备开始倒数。那是我。对，你来帮我们倒数好不好？好、okay. ，预备，5、4、3、2、1，截屏。恭喜，我看到底是谁，来公布一下啊，我看一下，让我们恭喜啊、是谁呢？尾号叫做0897啊 ，JD6150897，恭喜，哇塞，恭喜，获得了我们的一个超多的一个福利啊！这位朋友呢，可以先去我们找客服啊，找到客服领取，并且呢，我们如果是没抽中的朋友，没抽中，不用着急，没关系，因为直播间可以下单获得啊。这款链接呢，也可以直接下单获得啊。我这边先保存一下你的记录，是不是？因为这款呢，直播间可以左下的 top 链接啊。刚才我们介绍很久，就是这款，下单也可以获得这款啊。就是我们到手价格呢，非常非常的合适啊，非常合适，就是我们的一个199元可以到手，超级多的福利，不要错过哟。然后呢，并且呢，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有粉丝福利时间，还有给粉丝送的福利，好，超级多，好不好？然后我们来宣布一下我们的派派给我们带来的终极大奖是什么呢？那就是麦夫迪全年新品体验官，整年的新品全部免费奉上，邀请体验。全年的新品体验吗？一整年。真的吗？免费体验。哇，对，心动。对，怎么领取呢？就是直播间只要就是在我们的店铺呢，只要上新品链接，全部都可以找客服去。我真的可以参与吗？你可以参与，你也想要全年新品是吗？对，都是你的，没关系，全都是你的。非常完美。对，我先宣布，你已经获得一个了。好，然后咱们再抽一个送给粉丝，好不好啊？好，再抽送给粉丝。然后呢，就是我们的 Yuki 跟 Gucci 是不是也很期待？哦，他们又非常期待，我要寄给他们。寄给他们，对。谢谢。全年新品你也可以获得啊，然后我们的粉丝呢也可以抽奖获得，很多福利啊。他们要疯了。现在对，我要疯了。真的。
crazy。我们来介绍一下抽奖规则，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抽奖规则啊。然后呢，在直播间打出“麦富迪大麦”五个字啊，“麦富迪大麦”五个字，来哪五个字？麦富迪大麦，大麦，没错，就是这五个字。所以呢，啊，就是直接去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让我们的麦富迪青春大使派派抽取。你觉得几位比较合适呢？送几个人？你觉得呢？我觉得。一个太少了吧，咱们直接送三个怎么样？好，直接送三个，哇塞，三个，双个福利，你就直接同意了，同意了，这三个，批准了，批准了，对，是的，那我们直接开始刷屏刷起来好不好？好，抽取屏幕的前三位啊，所以各位赶紧，这个是直播间超大福利，并且我们直播间呢就是9点的派派就是要一直会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9点之前会停留，所以呢还有最后几分钟，所以各位呢赶紧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哦，不要错过。咱们倒数几个数呢？好，我觉得五个数，五个数没错，同样的五个数啊，预备，让我们一起倒数，好，截屏前三位，五、四、三、二、一，截屏，让我们恭喜，噔噔噔噔噔，是谁呢？恭喜，哇塞，第一位朋友叫做尹浩宇。我是麻粉，恭喜第一位朋友啊，麻粉，麻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是妈妈粉。啊、啊，知道了、啊、get 到了、okay. get 到了、Hello. 是的，妈妈粉。然后第二位朋友呢是北海以北我最美，以及然后呢这第三位叫做我们的幸运海角，恭喜前三位啊，前三位恭喜恭喜，超级幸运。然后我这边也圈出来啊，我这边用笔圈出来，所以大家能看见啊，能看见，哎，这个我来圈一下，恭喜前三位朋友啊，中取了我们的福利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三位朋友，请去联系客服，请联系咱们店铺客服。哇塞，直接送三个出去，真的是超级好多，是好东西，是应该，肯定是好东西，免费获得，也是谢谢派派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福利，好不好？谢谢你，谢谢，谢谢。然后呢，再次恭喜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抽中奖的朋友，也感谢派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啊。接近尾声呢，粉丝宝宝们如果还有什么想对派派说的话，也可以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啊。有什么想对派派说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来，我们待会儿呢，派派也可以去读几句我们的粉丝的寄语，好不好？好，那我要说，就是今天我真的很荣幸，我来到这里，很荣幸来到。对，因为我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好东西。是的，是的。其实，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吃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真的。然后我也爱我非常爱我的狗狗，嗯，跟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宠物他们就是是我们的最好朋友，当然当然，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就是吃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可以给他们给你们看就是好的东西。是的，谢谢，也谢谢派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确实我发现你是很多的一些话都离不开吃啊，都离不开吃饭。我吗？对，没有吗？吃饭吗？你是，我是说，你应该就是对，我们的粉丝应该都知道，派派特别喜欢哦，吃美食。对，我喜欢吃饭。对对，然后呢，我们的 Yuki 和 Gucci 也特别喜欢吃饭。哦，他们又当然喜欢，他们快要胖了，但是他们需要就是吃健康的跟适合的东西。对，健康的，什么是健康和适合的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哦，哎，好难，啊，等一下，这个是猫的。没错，那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麦富迪。对，没错。所以呢，各位如果是跟我们的派派一样呢，就是很喜欢我们的宠物，并且爱吃，也想给我们的宠物就是不管是猫猫还是狗狗，都能带来一些好吃的，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健康营养的一些食物，就是我们的麦富迪啊。左下角都可以去拍下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呢有没有粉丝想跟你说的话。哇，是太180张照片是什么意思？一百多少？180张照片是什么梗啊？粉丝一直刷屏。我觉得是很多啊。180张照片是他们希望你发180张自拍吗？难道是啊？自拍是吗？我的自拍还是？当然，不然是谁的？等我一下，这是什么？你当然是你的自拍。今天要有吗？今天或晚上会不会发自拍？对，晚上要发是吗？我觉得必须得发了，因为已经念不说了，我需要发，需要发自拍了。今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发的照片，好不好？
那么呢，就是最后呢，大家也可以去领取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红包雨。那么最后呢，也非常在此感谢派派能够参加我们本次的京东直播，谢谢谢谢派派，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对，那么也是感谢我们的一些粉丝朋友一直来看我们的直播，所以呢，我们今天直播间呢马上时间就到了，让我们非常不舍得跟我们的粉丝朋友说拜拜喽，拜拜，谢谢你们，谢谢派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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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晚安。